好的啊，老师啊，那你待会儿跟在我们后面就行啊。蓉老师啊，你怎么自己跳了？蓉老师啊，你先找个地方躲好，我们打完这边就过来。不是，我去啊，小老弟儿，这是蓉蓉老师吗？咋变得这么厉害了？不会被盗号了吧？是不太对劲啊，我试探试探，你等我下啊。哎呦，好烦呐、啊！最近啊，我的腹肌啊又长了。不要怂，到我这里来。是本人。开心一笑最重要，我是天成，点个关注吧。